子会不会想要翻成曲往在办事处很多人丢一回露珠，我妈叫夏桂姨，我们零六年在跟庄居委会买的地盘盖的房子，这边都是这房子盖了以后，一三年的时候他们以前叫我们搬家，我们谈的是叫我们将近500个平方，500个平方只给我们30楼啊，或者是70个平方，样样叫我们选一样，因为我们36万块钱也买不到房子，70个平方也不够住，所以我们没有同意，都我们房子隔了这么多年。当时我们买个地基的时候，手术齐全，啥都有。到现在了，他们给我们13年给我们单水单电了，给我们撵出去了，我们都漂泊了这10年了，没得人管，至今没得人管，没得人问。我们找他们说我们是外来户，他欺负我们说我们是外来户。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没得地方住，还得满那的漂泊。